叫呢個休日起動假啦。咁我覺得我哋都係其實參考翻同區新手嘅新盤嘅一手成交價。咁我哋亦都涵蓋唔同嘅貨源。咁我相信其實係呢個定價係合理，亦都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。聽日會開始收票，聽日會正式開放個示範單位朗圖嘅示範單位俾公眾啦，同埋會同時間正式開始收。下周有冇機會開售？我想都是上次咁講咧，都是月內有機會開售的。咁發展商今次第一批，我相信都應該150多，應該賣得曬嘅，即係好冇問題嘅。咁希望佢加推啦。咁如果加推，克制啲價錢，依個均價咧，市場接受到嘅，因為佢銀碼有細銀碼嘅，